上头神器。牛骨髓，牛骨髓来喽。
这个没有多少啊。哎呀，两天不吃都馋了，吃多还容易上头，真香。这不用嚼了，嗯，一口，没了。双击烤牛骨髓，有点不好弄，这个是一半的那种。双击老铁，吃没了，别走了，双击吧。牛骨髓。哎呦我的天，妈，我这是都煮没了吗？我这次买的是一整根，让人家帮我切开的，不知道是真是假了。反正怪香的。
就第二块辣的。煮没了，牛骨髓又来了。今天是大的啊，全都是中间那块大的，一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共是八块，八块今天全都吃完啊。哎呦，真黄啊！糟糕，掉地下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小心一点吧。好胖了，这个筋太硬了，咬不动。因为我们炖的时间太长，炖的太久，牛骨髓它就那什么了，它就已经过了。我跟你说，中间这块是最好的，看见没？它是一个整个骨头，看。哎，太烫了。再弄，再弄不动它。像这种，它就会中间有隔层，它就不往后出掏。看见没？中间它有隔层，有块骨头隔着。像这边上的，它就是少了，它就没有那么多了。骨髓。看着咋？哎呀，焦黄啊！哎呀，哇哇，这特别出来吗？勺盛不出来了，有点烫。哎呀，
这一根骨的这是。牛骨髓，上头神器呀，这是。完了，咬不动了。牛骨髓，黄髓。